些的小贵宾要变到客家梦想岛上来做客呢？小朋友准备好了吗？安古安古法拉比宝布，哈嘎！哇哦，今天好多好多的小朋友都用你们的小翅膀飞到后面的草地上面来听芊芊姐姐说故事了，对不对？哇，这时候小蜻蜓啊，它就非常的开心，在阳光的照射下，它终于打开了它的翅膀，它就怎么样了？飞起来了，对不对？哇，小蜻蜓真的是太棒了，它终于飞起来了。小朋友，今天的故事说完了，但是啊，今天芊芊姐姐最重要的是呢，要教小朋友如何用客家话来说蜻蜓。蜻蜓的客家话叫做永迷耶。永迷耶，永迷耶，永迷耶，这就是蜻蜓的客家话，客家魔法语。永迷耶，永迷耶，永迷耶，蜻蜓。暗讲哈达。今天呢，小朋友可以在家里面用随手可得的材料，就可以做出小蜻蜓的眼睛哦。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些小朋友，还有魔法镜前面的小朋友，一起来表演做做看这个小蜻蜓的头饰吧。哇，小朋友都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今天呢，就要跟着芊芊姐姐一起来做我们的小蜻蜓的头饰哦。好，小朋友现在把你们的发箍上面的泡棉胶给它撕下来，上面这一层黄色的把它撕下来。朋友们都做好了你的作品了，对不对？今天呢，芊芊姐姐就要教小朋友，哇，用家里面随手可得的材料做出好可爱、好可爱的蜻蜓头饰哦。接下来了呢，小朋友要用你们的小翅膀飞，跟芊芊姐姐一起到后面的花园去看花，好不好？好，让我们用我们的小翅膀一起飞舞。还有带着你的小蜻蜓头饰，今天大家都会化身为一个一个的小蜻蜓，我们要一起飞走喽！哈嘎！今天呢，小朋友，我们要跟魔法镜前面的小朋友说拜拜喽，让我们一起来跳再见梦想岛吧！梦想岛跟你说再见，再见。梦想岛说着了亮，